夜深人静，就是在骚扰老婆的好时候。你在做什么？看限动。为什么看限动？你在看限动之前可以看看我啊。这东东，看一下，不是不是这个眼神，是那种那个仰望啊、崇拜啊，那种充满爱意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、啊，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们吃快吃完了，不是，我们应该已经吃完，真的吃不下，真的太多。可是我们已经是所有里面吃最多，我讲真的。而且我们真的里面人最少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我们算。是两大。而且我重点是我们喝了很多啤酒，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都七瓶啦，有一瓶放在包包里面没喝完。我们有个策略是对。什么策略？去里面拿上瓶茶。对，真的。我有拿别的，我拿别的，我拿那个。你悠悠真的很夸张，给我去面拿什么？白饭、卤肉饭。白饭、卤肉饭。对。有甜的，拿什么甜？不过我跟你讲，他们白饭、卤肉饭有吃完。哦。啊，可是我讲真的啦，这边就是因为他真的准备太多，我们算吃的比较多。我刚刚就说了，你们要先要烤，看到烤肉，再决定要拿多少。我拿很客气好不好？我刚刚里面就问说，你们要不要先看烤肉再决定，然后又靠饭狂捞那个牛肉。好啦，我们差不多要走了。把啤酒喝一喝，我们要走了，好不好？我要走了。你要走了吗？我要喝一喝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吃超级饱。而且这边啊，他要准备这种很强的风扇，这边也是很强，很强，非常强，所以就比较不会蚊子一直在你旁边啊，因为其实。老实讲，这个户外啊，蚊子真的不少啊。可是因为有这种比较强的风扇啊，就觉得比较舒服。而且这边有点那种圣诞节的感觉，大家看一下圣诞节。哦，有没有圣诞节的感觉？有圣诞节的感觉。你在看什么？看看大家卖什么啊？卖什么？要敛财哦。看谁啊？看谁在卖东西？卖东西，关心一下。一定要关心一下。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我到底要不要买？买什么？买什么东西？爱丽莎莎的联名鞋。不是买不到吗？没有，我要预购。那我等下 IG 他，我看可不可以卖我一双，是我老婆想要。蛮好看，艾丽莎跟谁联名？哪个牌子？D 加 F 啊。D 加 F 啊。讲的我买过他们家。讲的好像我。可是这个牌子我有印象。讲的我好像知道一样。这牌子我有印象。嗯。其实我是已经想好了，我现在就来。那你不是要预告？我等一下就透过特殊关系。最好像预购。我记啊，我忘记我买什么，我记忆不好。老了啦，你40岁怎么更？不是不想买这个东西，不是不想买，是你寄来的时候我就打开说是什么这样。在讲什么？你又忘记，是脑子不好啊？脑子有装什么豆腐哦？我脑子一直都豆腐货，但是为什么呢？装豆腐。走了啦，你喝完没最后一口了啦。你儿子跟你女儿都回帐篷了，你还不回帐篷？有走了好不好？走了走了，好了，你不要这边。我们不要当最后一个好不好？让别人当最后一个就好，好不好？我要先买鞋。买鞋。我已经决定好，我要买哪一双。你要买哪一双？我要买这双。买。是什么？哦啊，好好，买买。大半号。才880哦。对啊。欸，这很漂亮欸。啊，还要登录会员。这好像登录会员。你自己的购物商城也要，你自己的购物商城也要会员，好不好？登录啊。
你讲啥会？啊，还好可以用脸书啦。可以用脸书。我买了买了买，然后。买了吗？买了吗？真的，很久了，三月底才会出。阿姨莎莎，有听到没？可以快点吧。他进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会忘记，因为太久了。现在几月？现在八月。嗯。本岛在付款下线上刷。哎呦，哎，不能 Apple Pay。不能 Apple Pay。买一下啦，真的要买一下。你就买啊！对对对。哎、啊，你再来付钱。要啦要啦，艾丽莎莎其实真的很厉害，这样实在。哎、欸，她也算是我数一数二欣赏的创作者，真的蛮厉害。谢谢。那他进来的时候，我应该忘记。我跟你讲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每次去拿包裹的时候，嗯，然后我就跟警卫说，哎、欸，我要拿包裹，然后呢，他就拿给我，就会这样。这是什么？我觉得你的脸，你的脸有点 GoPro 那个媒体套组的那种感觉。那你自己来，我说我想这是什么？然后我通常都会拿着走到电梯了，还想不起来我到底买了。你不要再乱买东西好不好？我这个标题就是老婆又乱买东西，然后买了艾丽莎莎的鞋。我先写一下地址。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我八月底才能到的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我早一点买，几率就不了。你这很会自己跟自己对话哎、欸。年纪大，那我都有办法跟自己对话。啊、哦。你啤酒喝完没啦？坏了，你在吵啦。真的是。给购物，哎、欸，他有写说要给工作人员知道的讯息。就是，可不可以早一点寄啊、嗯？因为我会忘记我买什么。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这可以。那写，那写呢？你又拍到我家的地址啦！哎、欸，我们要走了。再写了，请早一点寄来，因为我忘记我买什么。没有，你就说我40岁了，好不好？同病同。欸、你知道 YouTube 有改变一个策略，用文字，就是录8分钟就可以插广告了。对对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8分12秒了。我买这么久了。对，我已经不想要再录你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你那舌头是怎样？是什么 Pinky Pinky 3种口味啊、哦？不二家你没看过？嗯、不二家。好、啊。不，好哥，可以了哈。我要订购完成。订购完成。订购好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希望八月会来。而且我真的有写哦，请记得。我真的忘记，我跟你讲，到处记啊，我已经忘记，就是打开的时候我就很嗯。好了，信用卡付了。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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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希望他来的时候，我买的尺寸是刚好合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确定会不会太小。我要走了吗？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，走了走了走。要的保矿力先喝两。保矿力拿着。雨伞，雨伞，帮我拿雨伞。帮我拿一场，叫我帮你拿，快帮我拿一场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，不需要你，不需要他就会拿，真是。哎，拿雨伞，你看，拿雨伞。
好啦，我们要回我们住的帐篷了。有壁虎欸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壁虎在跑掉了，壁虎跑掉了。刚我跟你讲，刚才有一只壁虎的跑掉。没看过壁虎吗？可是我没有跟我老婆一起看过，牵着看过壁虎。你可不可以走好？我走好了。但你跌倒，我还踮脚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太矮了，那裙子一直在那水。哦，我好想游泳哦！现在没办法游。其实游泳池没有人。你打开。我打开，我打开。你是你的鞋一直不系还是我的鞋？不是我，是你。是你。我就跟你讲，买艾丽莎莎的鞋。他又不是卖的。你不要再不知了。这跟男朋友说还得了？对啊，还好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什么奇怪？关门了，关门了。关门了。老板有说离开，就进入这个时候要关门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看哦，你儿子跟女儿。没有手机，然后没有电视，现在在房间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他等下也许就已经打开我的电脑。真的假的？他知道你的密码吗？他不知道啊，对，他不知道我的密码。对啊，你看，可是他知道你的密码、啊。他也不知道。他知道你的电脑密码不是吗？啊，没有，他只知道我手机的密码。啊，你手机有放在房间吗？我手机没有放在房间，都在身上。那你猜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度过这么漫长。吵架。我跟你讲。你听我讲，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只要我们不在，他们就不会吵架。通常就是我们在，他才会吵架，真的。对，这是一个定理。我不知道，我听你讲，我觉得好累，我心里觉得好累。为什么？走这好像不对，走这。走这。对啊。哦，对对对。他们就是想要，就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吵嘛，就是爸爸妈妈在旁边才会吵啊，是这样子。这样你就回去的时候，他们不会，他们现在应该玩得很开心。他有百威、欸。有啊，我们不是买了吗？我们只有一瓶，剩最后一瓶。你应该不会再喝了吧？应该不会再喝。那我应该会再喝一瓶吧？你要买要赶快去买。九点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八点十几。你要去买了。我不要，喝完这一瓶，等一下还有工作，没办法再喝。明天还有很多，明天要上片，明天要上那个就是影片。哦，看一下，啊，这是闪放酱，绝对是体验很高。对，这是，哎。我们被发现，你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把我关起来嘞！你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？因为你走路有声，你走路有动静，你知道？我走路有动静，都是我的鞋子。今天走路有动静是你妈？你们刚刚在吵架吗？哎、欸，鞋子怎么少了一只？你们在吃什么？我在吃乌龟饼干。赶快进去啊！不然后我帮啊。帮啊！刚刚进去，我等一下点一下蚊香了。哦，蚊香是要点在外面吗？啊？蚊香点在这里？没有没有，点在里面，点在里面，没有点在里面。对啊，好啦，这个之后跟各位分享我们这次住的超高级的帐篷，我们就录到这边咯，拜。